大哥你好，打扰一下，请问点一首歌听吗？唱歌？对。唱的好听吗？要看您这边要不要先点一首听一下呢？点一首，可以。唱的好听的话，给我来一首《言而无信》。言而无信是吗？对对对。哦，可以。这样，等一下。如果唱的好听，看到没？归你。点歌一首。后面那个是？黑色那个吗？黑色前面的，唱好听的带你去兜风，好不好？不用不用，谢谢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来吧。那就点一首啊。好的。好的。在烫手的水也会凉，在饱满的热情会退散，不要等到了人走茶凉，再来表现你有多悲伤。曾经我也满腹期望，为了爱我也很疯狂，直到最后我彻底失望，不得不对现实投了降。做人不能言而无信，扑灭的是真挚的感情，谁都会犯错，谁都有无奈，可是绝不能死心不甘。爱情不能言而无信，那样只会让人空伤心，谁也不是傻，谁也不是笨，别让爱只剩下了恨。谢谢。去兜风吗？不去不去。不去啊？要多少？10元就好。给你100。不要给你。10块。对，10元，谢谢。再加2块，好不好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谢谢。来嘛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谢谢。辛苦你了，小姑娘。谢谢。好的。好。